还有基本收入，研讨会感觉非常有意义。在中国，推动基本收入政策实际上是在我们要达到小康社会以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的选项，它比传统的低保政策更能带动经济发展，带动就业，特别是和人工智能时代所呼唤的新的社会保障体系密切相关。那么下一步，我认为中国基本收入的推动需要在一些先在一些小的范围地区之内进行试点，以大约在2020年实现小康社会以后，争取全面。